小宝之力没有上位圈和下位圈，他在平等的温暖每一个人。明明嘉欣和自己竞争同一位置，但是发现嘉欣紧张之后，还是会热心的帮他数拍子。自己被裁掉都没有流泪，可是因为代替了于雨涵的位置，就自责的眼泛泪光。他们都已经就是因为我唱得不好，然后就是不参加这个节目了，然后我回来了还把于雨涵让他不参加了，我就感觉挺不好，像这做错事情的小狗一样不知所措。因为他知道身边的人先是兄弟再是对手，他从不愿意伤害任何人。